另外来看呢，近期有多位台湾艺人转发中国央视的贴文一事，引发了两岸民众的关注。但是杨社会今天呢凌晨12点一过，就在脸书上面喊话，他说呢自己是台湾人，不想赚人民币，没赚人民币也活得好好的。短短呢不过6个小时的时间，现在目前呢就已经吸引了超过20000人点赞。就有网友呢狂赞说啊，杨社会真的是真性情。